进来，我快好了，等一下吃什么？有野了，山里呢？夜深路重的，金大哥应该早点回家陪嫂子。他答应了。让我拿二房，龙岗呢？女的，侬还省得个心思啊？媳妇要讲肯不肯，侬就不怕，我当侬好了，侬个前途就没了。我帮国家打仗打了一辈子，现在还拼死拼活帮他们赚外汇。我跟喜欢的女人在一起，谁敢说话？谁敢？我可以不演戏，可你的仗能不打吗？只是想做平凡人，把星星摘了，我也就是个平凡人。阿妈，雨婷，杜宾武，杜宾武啦，马努啦，晋江去。阿拉先买个签名，好吧？好的。下吧，少爷备了宵夜，请您赏光。你看，你先去上海，阿拉才回不去了。说到底，我就是身不由己。你有家就回去吧。麻烦帮我照顾一下月婷，去就回。